Today's 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will be presented in Canto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esi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珍贵的观众，欢迎收看《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今日播出两集节目的最后一集，为你介绍香港很有名的非营利组织 Dogartists。这个组织提供课程，帮助养狗的人克服训练外犬所遇到的困难。这个组织在2007年成立，以爱心的训练方法和技巧教导狗狗良好的行为。2011年1月，这个组织的创办人兼总训犬师程伟亮成立了香港职业训犬师培训学院。这所学院提供训犬师的认证课程，仔细研究狗狗的行为和情绪。目前有6位合格的训犬师从这所学院毕业，他们和程伟亮去流浪狗收容所、慈善团体和宠物医院一起训练狗狗，另外亦提供私人课程。这所学院希望让社会了解所有的狗都是可以训练的，因为狗很聪明，天生友善又忠心，开朗又有爱心。香港想养狗的人习惯上比较偏好酒店里面卖的纯种犬，狗狗繁殖场是集中繁殖狗的地方，就好像动物养殖场，目的是供应纯种犬给宠物店。这种地方残酷不仁，况且各处的收容所里面都有很多狗等待领养。这个组织和学院鼓励领养流浪狗，大部分的流浪狗都是混种犬。程先生到学校和青年中心办活动时，总是强调最好到收容所领养狗，而不是去宠物店买狗。就譬如有很多慈善机构都会去啲学校啦，又主力学校啊，因为系想喺青少年嗰度重新建立啲狗嘅知识啦，甚至乎系尤其是呼吁啲人去领养多过去买啦咁。先生说，香港很多训犬机构重点都是训练凶狗和大胆的狗，而该学院独特的地方就是研议训练技巧，训练胆小的狗狗。我现在主力就帮细胆狗重建个自信，咁細膽狗就比較需要時間多啲，咁所以咧我就要訓練一班人去幫我去處理，但係細膽狗咧就反而少，所以咧我就組織咗一個咁嘅團隊啦，咁樣去做一下啲義務啊，或者入一下啲狗場，多啲細膽狗咧俾人哋領養個機會咧就大少少啦。人類習慣用語言溝通，咁狗狗咧？如果想成功训练狗狗，就必须了解狗如何传递信息给人类，如何彼此沟通。狗咧个沟通咧，其实咧就唔系话系言语为主嘅，因为狗咧就有十几种吠声，其实呢十几种吠声当中系表达个情绪啊、不满啊或者开心啊、唔开心啊，佢哋唔系靠嗰个语言系沟通嘅。狗个沟通咧就好靠嗰个眼神嘅接触啦、身体嘅语言。我想很多时候你望下只狗，你看到它的眼神和表情已经是代表什么，所以其实基本上主要呢它为什么会有眼神和面部表情给你知道呢？其实它比其他狗知道它的情绪。狗在建设性的训练下会更快乐，家庭生活也会更和谐。张喜云是该组织的其中一位训犬师，对此他提出他的看法。你觉得狗仔咧系咪需要接受啲犬只训练嘅课程噶？狗仔接受训练系需要，咁你都要俾游戏佢噶。其实基本上佢系想帮你做嘢，佢帮你去做到嘢，然之后你有一个奖赏俾佢，咁佢就好开心嘅。
其实即系等于小朋友要去翻学咯，咁学到嘢，你增进咗知识又开心。而狗仔翻学学到嘢，其实等于佢可以为自己帮你做到嘢，咁佢又会好开心咯。咁事实上佢学咗嘢之后都可以帮我做到嘢嘅，譬如喺屋企跌咗个厕纸咧，佢一定会帮我执。喜云喺程先生嘅协助下训练佢嘅狗宾果，佢学到边一啲基本嘅观念呢？由2009年开始年中到啦，开始训练佢啦，咁就由即系 Jackie 师傅教我哋啦，咁啊教我哋点样样令到只狗去开心去学嘢啊，点样样透过游戏去学习啊，咁由最基本嘅 sit 啦，过嚟啦 ，down 啦，跟住开始就跳啦，跳跃啦，跳跃令到佢好开心啦，咁变咗就即系咩都中意跳噶啦，咁然之后就开始做下啲花式啊。跟你打下招呼啊，瞓觉啊，头先滚筒啊，咁尽量对住佢都系要开心啲嘅，令佢安心嘅，咁佢就会开心啦。程先生将为我哋介绍两只漂亮嘅拉布拉多冠军犬，佢哋喜欢喺宠物公园游泳池里面游水，佢哋系一对父子，狗爸爸嘅身体咧有啲问题，游泳帮助佢维持健康。咁另外我頭先嗰個徒弟嗰兩隻咧就係拉布拉多啦，一隻朱古力色，一隻黑色啦。咁朱古力色嗰只係爸爸嚟嘅，但係因為佢本身個關節有啲事，咁呢只狗咧就曾經係喺障礙都幾出名噶啦，都贏過下獎嘅。後屘因為發覺佢個腳個關節有事，就唔可以再訓練，所以咧就主力啊同佢游水，每個禮拜同佢游水，希望幫助佢啲關節。咁啊，跟住個仔就陪佢一齊嚟玩咯。咁啊，狗啊，呢啲水獵狗嚟嘅，咁啊比較中意水嘅，所以咧佢哋好中意游水嘅。咁另外黑色嗰個仔咧就佢係喺香港攞咗幾屆嘅高級服從入邊嘅冠軍嘅，都接近滿分嘅，爭少少就滿分嘅。可唔可以講下游水即係整體性游水對狗嘅好處啊？香港比較熱咧，游水對佢哋咧就真係舒服啲啦，嗰個體温。咁游水梗係當對關節啦，但係咧就其實對肌肉都幾好嘅，因為肌肉咧就有彈性，有彈性咧就會減低個關節嘅負荷，其實依個都好主要嘅。同埋咧，因為佢中意游水咧，個心情都會開朗啲，對嗰個健康咧就絕對係好有幫助。就游水就。即係唔分年齡啦。譬如舉個例，有啲狗需要運動量好大，俾佢跑，但係當中佢係一隻大型狗，佢起碼十個月先至個關節完全成長。當佢未成長嗰陣時咧，個軟組織咧就係仲係增長緊嗰陣時，你哋走去撞擊啊磨損，咁啊變咗咧就第日就會造成一個嗰個關節個軟組織咧就唔夠強壯或者唔夠豐厚。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喺幼犬嚟講，佢未可以做。即係佢發育未完全完畢之前咧，唔可以做太多劇烈運動，又想俾佢做運動健康啲咧，都比較適宜游水。咁啊，年紀大嘅狗唔使講啦，咁啊，梗係游水對佢非常非常好啦，尤其心肺功能係特別有效嘅。咁啊，啲狗咧好中意游水，知道咧，又去游水啦。咁即係個親子嗰個關係好好多嘅。所以咧，就游水其實個對狗同主人嘅互動同埋親子都好有直接嘅影響。贾桂林和嘉莉都是爱狗的人，他们亦分别带他们的狗狗珍珠和 QQ 到宠物公园游泳池。他们为什么要带狗去清凉的游泳池去游水呢？因为其实他本身有髋关节发育不良，所以其实他很小个开始我就带他游水的了。咁佢本身都好中意游嘅，咁就所以今日就帶佢嚟呢度試下咯。因為游水可以等佢活動多啲佢個 muscle 啦，咁又唔使話好似跑步咁大運動量。咁游水可以同佢減肥啦，又對佢關節好啦，又唔使咁大運動量咯，就係咁樣咯。咁其實夏天嚟講同狗仔游水都係一個很好好嘅活動嚟咯，我覺得係啊。狗狗最好几岁开始运动呢？
適宜做運動嘅。咁狗狗啊做運動咧，就最好咧佢啲骨骼完全成長啦。何謂完全成長咧？佢當佢嘅頭骨突然間咧有條深坑出咗嚟，咁即係咧佢個骨骼就完全成長。咁啊，即係嗰個骨骼入邊嗰個軟組織咧就已經發展好曬。咁你先要好俾大量嘅或者劇烈嘅運動。因为那个软组织咧系保护骨同骨中间，如果佢系喺发育期五六个月嗰阵时候，你俾过量嘅运动佢，佢不但止唔会阻碍佢嗰个软组织个发展，仲会磨蚀咗啊，或者系俾到压力。咁所以咧，我系觉得咧，适宜系喺十个月啦，大型狗、小型狗可能系八个月啦，中型狗大概系九个月咧，就适宜先大量运动。但系嗰之前需唔需要咧？需要轻柔嘅运动。狗同人类一样爱干净，节目最后分享一啲训练狗鱼刺嘅妙方。其实大部分嘅狗仔咧都中意啊干净嘅，处理个方法咧，通常咧就比较，如果你系幼犬翻嚟比较容易嘅，因为幼犬嗰阵时咧就妈妈咧通常咧一食完饭咧就会去用条脷去刺激佢。那個器官叫佢去屙嘅，咁其實咧食完飯五至十五分鐘咧，啲狗通常會屙噶啦。咁嗰陣時咧就帶佢落街或者帶佢去某個地方去指定去屙，但係唔好韞住佢，唔好俾佢一好似韞住個感覺。跟住佢屙咗咧就就讚佢啦。阿 Bingo 好中意乾淨嘅，譬如佢自己個洗手間啦，去過一次啦，我唔幫佢清潔嘅話咧，佢係喺度等我清潔完先至會去第二次咯。在专访结束之后，我们分别赠送程伟亮先生和张喜云女士《青海无上师》的国际畅销冠军书《高贵的野生》，他们两位都欣然接受。我们感谢程伟亮先生、张喜云女士和该组织的团队提供这么好的建议，教大家如何照顾狗狗，并且呼吁大家领养收容所里面的狗。但愿有更多人效法你的善行，努力增进人类和动物的关系，并且为动物朋友带来长永的幸福和快乐。我是 Dogartists 的创办人 Jackie。 我看过无上师你们那个电视台里面的节目，那些资讯就很健康，很有教育，素食环保救地球。 Yes。请上网查询程伟亮和该组织的详细资料 www.dogartists.net。 感谢你今天收看《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接下来是灵性综艺节目《焦点新闻》后马上播出。愿上帝为地球众生指引生活的方向。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presence today on 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Up next is Enlightening Entertainmen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Providence guide the lives of all beings on our shared planet.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aw.